妈，你就相信我了，行不？别让我再展示了，行不行？我不信。妈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妈，你吃了它，咱怎么你这事儿呢？孩子，天哪！妈，咱不能再喝了，就喝两瓶，咱已经喝一瓶，剩一瓶咱得炒菜啊！哎呀，那臭的事儿啊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这还有一桶呢。哎呀！大姐夫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向着你的啊！这瓶说什么也不让你喝了，不喝了，你把这桶喝了。来来来，疼！不是，你这不是给我挖坑，这是给我挖了个井。街坊邻居们，我是没有办法了，看你们的了。 看见没？还是我闺女疼我，爸不能再喝了。红糖水喝多了也胀肚。啊，我是主要是想让你留着肚子，把我那条鱼吃了。哎嘿，大姐夫，你看，这坑我没想到啊！大姐夫，这坑你可以不跳啊！这坑我必须跳。哎呀，妈吃！啊，这鱼是我姑娘做的呀！啊，牛牛做的。哎呀妈呀，这我姑娘会做饭了，这妈得吃一口。等一等，大米啊，这么多年。 我一直让着你，这回你就让我一回呗。平时说最疼我，现在有了女儿，忘了媳妇儿，行，你吃。哎、<呀>太好了，你说我大外孙女都会做鱼了，这姥姥得尝一口。妈，这回您就给我一次机会行不？让我体验一回当爸的感觉，行不？好，妈懂。 大米粒第一次做饭的时候，那你爸就抢着吃啊！爸，这是我第一次做饭，然后也是你第一次吃，我想记录下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，闺女，你看见了吧？不会做没关系，只要你肯做，它就有可能成功。嗯，孩子，你记住了啊，你会越来越好的，一次更比一次好。嘿嘿嘿我跟你讲啊，爸爸今天特别高兴。 能吃到我闺女做的饭，我心里边就两个字儿：幸福。<笑>爸爸，那我把它录下来啊。好，那爸爸开始吃了啊。哎、爸爸得来一块大的。爸爸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是吗？好吃，咱们。 香不香啊？香！这是我的小姐姐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快来，看我新买的一双鞋好不好看？啊？等会儿，你把腿抬起来，我再看看。看，嗯。哎呀妈呀，姑娘，你这能耐越来越大了。 现在一般人钓鱼用竿儿，你钓鱼用腿呀？啥意思啊？哎呀妈，这鱼咋的咬你脚丫子不撒嘴了？这是啊？你爸能不能别那么老土？这叫时尚。再说了，这换季了，天越来越冷了，我寻思买双厚点的暖和吧，要不然我也没鞋穿了。没有鞋穿，你找你爸呀。爸给你推荐一款最适合你穿的鞋，请看。 石那帮千层底老头鞋，手工打造，价格低廉，不要888，不要688，不要488，不要488，今天只要288。爸，你太忽悠我买你的鞋呀、啊！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，钱买了搁那搁着呢，我又穿不了。你怎么穿不了？我啊。 爸，你看清楚了，我这颜值，这气质，青春美少女，我搭一老头鞋，这能好看吗？姑娘，你太不时尚了。现在最流行的，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哎，你穿上试试，保证好看。我不穿，难看死了，我不穿。你看，你看。
爸给你鼓鼓掌行不行？哎呀，行吧，你不信，不信你看，你看这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走两步给大伙看看。音乐，好，干的干的，来了。抓着一个小偷。小偷啊？谁呀？哎呀妈，这不小黄吗？小这儿我认识他，他是开锁的。开啥锁呀？那个我大姐夫不去外地出差了吗？把一份重要的文件锁在物业的保险柜里了，他让我找开锁的来，我就把小黄找来了。他不是小偷，快快放开。小米亮啊，他是谁？啊，他是我小姨夫，他是好人。他是好人啊！我这手，妈呀，手肿了。他又是谁？我向你介绍一下。他是我们小区的，他叫王小倩，也是个好人。他是好人，你也是好人。对，都是好人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开那锁开了吗？早开了，那里头啥也没有啊。你开的这个呀？啊，不是，我让你开的保险柜在里屋呢。走，开那个去，开。开不了。啊！太不像话了，啊！我是靠手吃饭的呀，瞅瞅，赔我医药费。那个，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呀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那个。你这个手多少钱？你别狮子大开口，我们赔还不行吗？我这手可是买了保险的，一根手指13000呢。一根手指13000，那五根得多少钱呢？我是六指。嗯、啊，还要多13000？你咋整的？那个小黄，求求你，能不能饶了我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行。小哥，那个求求钱，小黄，你看那个他们也不是贵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跟你们开玩笑的啊。哎呦，你们呢都是好人啊。你看这风雨交加的，舍小家顾大家，出来给大家帮忙，真对得起你们小区这个名字呀。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幸福小区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幸福。虽然我这个手废了，可我还有这只手呢。啊，小米粒，开锁。哎，好嘞，这边。走，来，在这，过来，咱走吧。可不对嘛，要不然13000谁赔得起？是，快走，快走。不着急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，你放心。都立了秋了，还不着急？不着急。哎呀，哎呀，爸呀，是不是又该他了？啊，八月啊，八月，该咋的？八月全是节，全是大节。是大节，我上秃了猜不出来。来吧，来八月，八月，说一个。八月有什么节？8月12啊！什么节？我的生日啊！你滚去吧你！你的生日算什么节？不是，我自个儿再也不用你了。我看这小子他不是没有坏心眼，他自己多的坏心眼。没有，不是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，还打不过，快弄死了，还打不过呢，还打不过，我自个儿猜。8月15，中秋节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老范，哎，这把是不是得你喝酒了？我怎么喝呀？我怎么喝？你怎么喝？那你是怎么喝的呢？我刚才都是这么喝的。啊！
喝吧。我喝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都替我喝了。我，哎呀，王叔，你说你着什么急呀？你在这儿咣咣咣全替人家喝了，你少来这套。哎呀，咱俩这是去福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补班了。哎，少来这套。哎，王叔，我是王叔，我。哎呀，幸福来的太准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高兴。哎呀，爸！哎呀，痛快痛快！爸爸，行了行了，啊、我觉得咱这游戏玩的有点过了。怎么？他一直他就这么对付我的？我就是爸，王叔，我可一直没把他当成隔壁邻居，我一直当成我亲叔。不是你，他既然是我亲叔，那就是你亲兄弟。玩个游戏，你说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？你说不是，我就爸，我得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啊。我妈这才走了十来天，你就空虚孤独寂寞冷了。王叔老伴儿都走了十多年了，儿女都在国外，就一个孙子王小倩还跟着咱们啊，跟着咱们家小米粒去旅游去了。他不比你寂寞呀？不比你空虚呀？不比你冷啊？不是，人家这样还陪着你玩，让你高兴。你说你这玩这游戏，咱俩是不是有点太不是人了？这我不是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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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人。不是爸，我不是人。你说对了。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？是我觉着我错了。不是我，咱把王叔叫回来，咱给他赔礼道歉，好不好？咱接着玩游戏，咱让他赢，让他赢啊，让他赢，太可怜了，保证让他赢，我叫他。来吧，王叔，你这装备这是干啥呀？干什么啊？刚才我输得很不甘心啊，我来报仇来了。哎呀，来接着玩。不是，王叔，刚才呀、啊，我和我爸确实耍了点小心眼儿，我给你道歉。您好意思，我错了。不这样，王叔啊，为了公平啊，这样你选个游戏，我们俩陪你玩。不是陪你玩，你俩敢陪我玩？那你说玩啥咱就玩啥啊？那行，咱玩扑克牌。打扑克，跑得快，敢玩吗？跑得快，行不行？我还就不信了，我这块。王叔，我让赢啊！来！哎呀，玩！哎呀，咱这有扑克牌啊！玩！哎呀，我来分牌。哎呀，这是一摞，哎呀，这是一摞，这是一摞。来吧，王叔，你先挑，你挑。我挑，那我这摞。那我这摞。等会儿，我来这摞。哎妈，毁了，毁了。傻小子看见画一样一丈我呀。王叔脱单了，脱单了，这是一个神奇的山洞啊。恭喜恭喜，停脱单了，停三百多年时间，这就要疯吗？你们这都是要疯，你们这都是要干啥？什么要疯啊？我们不都是成功脱单吗？你咋回事？我咋回事？我能咋回事啊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该他小倩说的该你了？咋回事？到你了？对呀，到我啥呀？那我啥呀？不是刚才说你打的赌说对吗？你不说呢吗？要不是我俩完像那样，完我这样，对呀对呀，完事你说的完事从那边不管过那个老爷们第一个不管是谁，完都是你家未来老爷们。是你说的吗？是我说的呀。对，我也要到那个神奇的山洞里看一看。别，你还没啥，我小孩还没啥，你不能说，对，你不能听。我明白了，你们四个人合着伙坑我呢，是吧？没有没有啊，女儿国红高粱，唱两出假戏，想看我真笑话呢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现在说别的没有，你俩闭嘴。你俩咋回事儿？你误会了，你俩听我讲，是不是闺蜜了还呀？我跟你说哈，你真误会了，咱们是亲闺蜜，你知道吧？但他俩确实是想你看你笑，看他笑的，他俩确实是想看你笑话，但我俩不是，对，我俩认为这是一次机会，你知道吧？机会，对呀，咱这不都是单身吗？咱小区就咱仨单身，这不大家都知道吗？你知道吧？单身的苦只有自己知道，夜深人静自己睡个觉，旁边没个人，心里多闹心，还不能跟人说，说了也没人理解。算了，今天不说这话
题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觉得这是一次机会，所以我跟小米粒就决定了，就给你推苦海里去，推哪儿去？推火坑里，推哪儿去？就给你推出去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万一这是个机会呢？万一咔嚓来个大帅哥，是我和小米粒都喜欢的呢？对，万一来个绿豆，你瞅对眼了呢？对不对？这是机会吗？我咋感觉这么凄凉呢？花也没坏呀、啊。哎，铁妹妹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他家水管坏了，我来看一眼。哥，过来，你认识他呀？岂止是认识，简直就是认识。太好了，哥，他呀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。啥？他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。小米把他介绍给你了？那他是想开了。太好了，哥啊，我吧一眼就看上他了啊。那啥，既然你俩认识，帮我多说点好话吧。包在我身上，一会儿小米出来，你也替我说说好话，咱俩互相帮助。哥，你都是我小米姐心里的那个他了，那肯定没问题呀，是不他哥？他哥，这名我喜欢。放心吧，看我的，那个田笨笨，抱歉啊。一会儿你看着小米粒，让他给我签个字啊！哎，以后别叫我王小倩，请叫我他。谁哥？我哥。啊，我说的嘛！别说啊，你俩长得还真挺像。谁跟他长得像？长得也互相帮助，是挺像。这是我亲妹妹，她叫她叫李温柔。对，李莫愁，李莫愁这个人啊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李温柔啊，对，李温柔，人如其名，这名起的多坚强。那个此时此景，我特别想为他做首诗。那个我，北国春风迎面来，万里桃花朵朵开，谁若娶了李温柔。今年还来得及生小猴，你太有才了，笨笨，你来了。我自学成才。小米粒，你家水管没坏啊？一会儿你别忘给我签个字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要走也不是你走啊。那什么，我给他俩介绍对象的。不是，王小倩不是他哥吗？哪有刚见面就以夫妻相称？哦，哎，别说啊，他俩长得还真有点夫妻相。哎，我看王小倩挺喜欢的，刚才还做首诗呢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哎，王小倩那人咋样？王小倩这个人，他能怎么样？互相帮助，非常没毛病。那个优点还挺多呢。你看，比如说是热情，热情，热情，你看行不行？行，太行了。那什么，那既然聊得挺好，那接下来就俩人看个电影啥的。哎，小米粒，过来，俩人事你别老跟他瞎掺和。哎，王小倩，不用不好意思啊。那两个人在一起不就得吃吃饭看看电影吗？将来要是真好了，那再旅旅游，这不挺浪漫吗？对，我就喜欢旅游，我也喜欢旅游，我也喜欢足球。那个挺尴尬的是吧？那个一般我自己制造的尴尬呢，我都自己解决，因为我吧生下来就挺尴尬的。那个你看啊，既然咱这么有缘，四个人两对哈，我提议做个游戏，我敢保证啊，这游戏特别新颖，在市面上就没人玩过，叫真心话大冒险。是没玩过，是没玩过啊！没玩过，没玩过，没玩过，没玩过。一圈，来，快坐这一圈，站点啊！那个
第一把算我输了啊。嗯。问，王小倩喜欢的人在哪儿？答，就在这个小区。你也到了。问，小米粒儿喜欢的人在哪里？答，就在这个房间里。喜欢点串串。问，李温柔喜欢的人在哪里？答，就在我的身边。到你了，到你了啊！那个王小倩，我也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啊。我觉得这种机会还得让给你，勇敢一些。好，那么下面游戏升级，自动升级啊！下面是大冒险环节，来，站这儿啊，站这儿啊！我数仨数，请二位女士勇敢地站在自己喜欢人的身边。三、二。不是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这个一，小美丽，你是不是站错地方了？哎，王倩，你玩的什么游戏啊？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，整的都挺尴尬的。哎呀，笨笨，你包还在这呢，你等等。瞅你咋的？不咋的，我就是想为你做首诗。说吧。啊！北国春风迎面来，万里桃花朵朵开。我要是能娶你李莫愁，我给你跪地磕仨头。不要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了满满的爱意。苹果，我问你一下，亮刚才朋友圈里发的那个救孩子的英雄，真是你吗？不要叫我英雄，救一个孩子就成英雄了啊？我认为一天救一个孩子那才叫英雄。瞧我那些孩子吧。谁家孩子没事吃饱撑的往水里掉啊？你小亮，真没看出来呀、啊，真是你呀、啊！这你还怀疑我吗？啊？我们田经理发的朋友圈，这事儿还能有假吗？我跟你说，小亮，你救孩子那事儿在朋友圈里现在老火了，好多人留言啊！啊，我看还有人说家长要亲自来感谢你，还要请你去学校做讲演、做报告。做报告啊？那得多少人知道啊？我就想让你知道就够了。小雅，我真的看清你，你原来这么伟大，这么帅呀、啊！嘘，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，这才是我于小雅的原则。对对对，低调低调。哎，你给我讲一讲，怎么回事？找死！情况是万般的险恶呀！啊。一个孩子扑通一下就掉水里，然后二话没说做了个标准的扎马子，我噗呲扎进去了，我扎得很深，我扎得很远啊。这个时候我到了水里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面部。水里有什么东西？他脸插泥里了。我说今天脸怎么还短呢？哎呦我天，这还短呢，就万幸了，泥里没石头，有石头成饼脸了。嗯，哎，啊啊，然后，哎，讲，我就挣扎的艰难的，我先拔出了我的脸，哎呦，这我就觉得我这肚子我胀胀的，怎么了？香水香的呗。出来的时候啊，吐了一大桶泥，还有一条鱼。啊，那是你
你就别在那掺和了，你就后来呢？后来，后来我渴了。啊？那啥，不是，我说我现在渴了，你给我整点水。哎呦，我于小脸啊，在河里喝那么多水还没喝够啊？你说那玩意说的？河里喝那玩意儿，上岸不都吐出来了吗？我现在就渴了，我给你倒水去啊。不是，这真渴啊？渴啥？我干水我都恶心。这个前面段我这都讲完了，再讲穿帮了，打马虎眼的嘛。兄弟忘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水来了，来，于小脸，水。渴了吗？喝吧。哎呀，咋的了？我晕，有点晕水，现在我。小脸啊，你这衣服全湿了，你现在是不是难受呀？对，你怎么知道的我难受？